敬天爱地，惧福也。敬天爱地，这是人人应该要有的。要惧福也，这大家真正的要努力啦，造福人间，这就是人的本分。人间平安呐、啊，其实是自己的平安呐、啊。所以为了自己的平安，为了自己呢生命的价值，我们就要制造价值的人生。所以呢，人人要向上努力。人人啊，人生的价值就是要有立志，所至奉道，视众生为己任。众生的贫啊、病啊，都是外境因，人伤我痛，人苦我悲。这不是说就是要做。我在归你前，因为当初慈善了、啊、以后，发现到了贫是因病而贫，在这样的偏乡啊，那个时代花莲也是偏乡，在这样偏乡地带啦、啊、我们就是我自己感觉说我有责任，既然有这个因缘，我已经呢花心立愿出家啦。师父跟我说的话，为佛教为众生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为佛教为众生。从那个时代呢，这个西部东部交通是安怎的不方便，那一边山一边海，苏花公路是莫边行。现在的交通很方便，但是那个时代不是现在这个时代。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时代，等于是在石头路也经济啦。那如果没有大用大人的心啦，没有那一份人慈的心，没有那样的勇敢的心力，那个时代要在这起病医，那时候天方夜谭，但是就是勇敢。所以呢，那个志，所以一直都是所志奉道，人生的路要走爱家己开，开刀铺路，真正是我家这条刀开开呀咯，路也铺平了啦，唔只是伫华联，真正是吼，在地球面顶啦、啊，哪里有灾，哪里就菩萨出现。虽然啦、啊。这当中，我拢用空中连线，哦，听到啦，就赶紧问，恁的国家有安尼的灾情，大家平安无？哦，平安啦，安心啦，恁爱赶紧找时间，什么时阵爱赶紧去看灾呀、啊？我们。人人的置业体啦，咱的祖先都是要给贫困的人依靠，医疗是要给病人依靠，教育就是要给学生依靠，在咱的教育里增长他的智慧，不是跟他低效。各位知道，所有新的交通工具，尤其是飞机啊、轮船啊，在还没有正式用之前呢，
一定要试航。各位在过去的三四个月，事实上呢已经试航过。那么各位在医院试航的时候，我们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各位的心呢、啊，能不能看到一个病人痛苦之后呢，能不能了解病人的痛苦，能不能这个想给病人解决痛苦。我是在观察这个，不是在看你懂多少。那喜达雄教授呢，他是典范的啊，典型的内科医师。其实我们医学生应该就要受这样的训练。他训练是从就是问诊开始，然后呢他会去触诊，再来呢就是敲诊 percussion， 再来呢就是听诊 auscultation。 这个几个步骤下来啊，那个疾病就应该就是 有一个假设的诊断，接下来才去做检查。不过最近几十年来的进步，内视镜的发明、心导管的发明都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少掉那个第一步了。那喜达雄教授呢，就是最好的典范了。喜教授是啊，几年偌久他来了都会入来请下，大家人真缅怀他，大家人讲唔甘，这都是伊的价值，真为人间有贡献呐、啊，我们都要学习。教授呢，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来到花莲慈济医院做客座教授。他教学的对象最主要包含了我们的医学生、住院医师。也有进行与主治医师的交流。那其实以教授的学识还有他的资历啊，全台各大医学中心几乎都有他的足迹，也争相邀请教授去教学。但教授他其实一直将能够在慈济授课定位为重中之重，并说这一生啊可以在慈济教学感到非常的荣幸，而慈院上下也都无限感恩教授的奉献。所以说真期待我们的教育，我们教育系统也要用情，各位大家人都不是同胞的人，这是友情，那种甘愿，自己的心情甘愿意来，所以甘愿啊，既甘愿啊，就要用心。我们要真正的尽一份的责任，而且呢，主这人到最后啊，他还要把身体捐给慈济教育，期待我们的医学院会当呢教出了好学生，希望这些学生，医学的学生。他面对的不是机器，他面对的是实在人体，肝、脾、胃等等，很实在。他切破了，相信你，在咱家受过医疗教育，应该。因爱感恩，我一直期待教育们爱有真诚的教育，有真诚的人，他一定有感恩心，有感恩心的一定呢有道德情操，这都是连贯的。所以还是呢，期待各位老师跟校长。还有院长大家，我们常常听到感恩啊，感恩不是呢，用讲的，我们要真正的，咱的职业体迄个感恩情，感恩是有情的，
感恩情啊，一定啊，让他拉出来，给他诱出来，就是拉长情，还要扩大爱。这大家都听到吼，常常都是听，但是不管安怎，我还是不厌其烦，还是呢，还要再说，这是妙法的不二法门，真正要教育人生呐，是不二法门。